是你来拿，掌声鼓励鼓励。欢迎收看由 Sunrider 仙尼雷德冠名赞助的金头脑。嗨，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杰夫，我是你们的购物女王珊珊。哎，珊珊你好，你好。哎，珊珊，怎么了？我们这一集呀、啊，会让我有一些 feelings。feelings 啊。我这一集有很多 feelings 啊。啊，是吗？因为今天你是对我有 feelings 啊 ？No。不好意思，是女士，因为我们今天是母亲节，就是因为母亲节，所有的妈妈们的朋友，母亲节快乐 ，Happy Mother's Day，Happy Mother's Day。但是我的妈妈就去年我的妈妈又来，第一次来到 LA， 她终于来了、嗯，但是今年她就不来，所以今天我特别想念妈妈。哇，还好我们今天很多朋友来陪着我，还不错了啦，没错。好，这个除了我们今天的参赛者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朋友。要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的金钗，再欢迎黄蓉。你好，珊珊。你好，你好。来，黄蓉啊，其实你是我们今天的金钗、嗯，但是呢，其实你做电视已经一段时间了。来，自我介绍一下。对，看来杰夫有对我做一些功课啊。哎，不错哦。其实我是之前呢，在一些电视台有做过主持人的工作。那想必有一些观众朋友，如果看过一些其他的节目的话呢，对我会有一点点印象。那我这一次呢，是既然是母亲节嘛，那初为人母的我呢，也是对过来跟大家一起。哦，你看不出来吗？真的看不出来。谢谢谢谢，我太开心了。啊，你的小孩几岁？他昨天刚刚过100天。100天是几岁？3个月。你数学真的不好。3个月，我差点要讲过数学真的不好。没有，我数学不好。我看出来了。啊，才100天而已啊。对，很小。哎呦，很小灵智。哎呦，要不要跟他 say hello？ 他现在应该看不懂，你只知道妈妈在那个框框里面在干嘛呢、啊？那你当了妈妈之后呢？整个生活都变了吧？我觉得心态不一样了。嗯。我觉得看事物啊，还有做事情呢， yeah. 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呀呀呀！我刚刚听说你妈妈今天没有在这边陪你，对不对？没有。没关系，我也是妈妈。嗯，哎呦，好，那你今天，你意思说你今天当我的妈、啊？没有。那我其实特别想问问珊珊，珊珊，你妈妈节，妈妈节，母亲节、母亲节，你想跟妈妈怎么庆祝？母亲节啊，我今天可能没办法跟妈妈庆祝。啊，为什么？因为我妈妈在北京。哦，我还好，有好朋友在吗？对，来抱抱，跟我一样。哇，你就如果我妈妈在北京，跟你妈妈一起，哎，那是不错的。下次来介绍一下，语言可能无法沟通。不过呢，我其实呢，我就是一个 mama's boy， 这永远就是最阿妈。有一次妈妈还来到台湾，就是我在台湾的时候，然后其实所有的台湾朋友真的非常非常照顾我的妈妈，所以我永远就会爱着我台湾的朋友。所以你妈妈来这边，我们也会很照顾杰夫的妈妈。好，下一季的时候呢，我就请我妈妈来，好不好？好，欢迎欢迎欢迎。好的，这个今天呢啊，虽然我的妈妈珊珊的妈妈不在，但是我们很多妈妈的朋友来一块来度过这个这么美丽的一个母亲节，就是我们今天的参赛者，欢迎你们，欢迎妈妈们，欢迎欢迎。我的心里我觉得很温柔，我一看到他们我就啊好开心。当然所有的参赛者我就很开心，但是他们我特别开心，格外开心。 I love moms, I just I love moms, they make me happy. 我也爱妈妈，我们都爱妈妈，对不对？那今天其实这个所有的来参赛的这些选手呢，他们特别非常特别，因为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协会，叫做世界华人工商妇女企管协会。他们不仅是妈妈，而且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女强人妈妈。哎，不错不错不错，欢迎你们。听说他们还准备了一个 slogan, 对，有一个特别的手势和口号，我们来看看好不好？好，来，一二三，我爱世华，世华爱我。耶、yeah! ，好可爱 ，I love mom。你也可以试一下。你也爱妈妈。冰淇淋，冰淇淋也爱我。来，我们一组一组的介绍，好不好？好，没错。来，第一组，第一组，两位其实也是很厉害。你看，就这么厉害就知道了。我们马上请他们自己介绍一下。来，要不要跟大家 say hello？ Say hi。 谢谢大家，我叫赵玉莲，
那我是世华的委员啊，世华妇女会的委员，很感谢各位啊，很高兴在这里，谢谢。谢谢。还有呢？黄兆启辰女士，大家好，我是黄兆启辰，我的英文名叫 Sophie Wang， 我是中华龟族协会的总裁，也是前Alhambra学区教委的主席，也是华裔民选官员的创办人。哎呀，你看这么多 title 就知道。哎，这么多 title 啊，谢谢你们一直都为我们服务了，欢迎你们来。对，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介绍第二组的来宾的，他们呢其实特别，为什么呢？就是一位是会长，一个就是副会长。哎，那我们来认识一下，来欢迎第二组，嗨。嗨。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南加州分会的会长陈宁华。世界华人工商妇女协会是一个全球分布全球有一个48个分会，然后3大洋5大洲。那我今天是现任南加州分会会长，大家好，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哎呦，欢迎欢迎。谢谢。还有另外一位副会长，大家好，祝天下父母亲今天母亲节快乐，我是副会长叶敏芬，目前在Paul Sprady 有个瑞山中文学校，教会所有的华裔跟非华裔子弟，谢谢。哎呦，老师，跟你一样哦，我也是中文老师。哎，对，我现在你看你要不要聘请他？哎，我教的都是大部分都是幼稚园5岁、6岁、7岁，我超爱这个当地的小，对，教中文我很喜欢。难怪中文说这么好。对对，我来，我向你多多学习啊！对对对，好吧，好，过去看一下吧。好，欢迎两位啦。那接下来的这第三组的嘉宾呢，他们也是挺厉害的，而且他们还是同样在一个地方工作的，是这真实的战友了，应该是。我马上前面介绍一下，来欢迎，耶、yeah. ！大家好，我叫 Amber 上孙华义，义气的义啊。我们是雅联律师事务所，我们的同事一起来。那么26年以前在雅联创办的时候我就开始了。那么今天非常高兴在这里献上我们的祝福给各位全天下的母亲，谢谢， yeah. 谢谢。我也是雅联律师事务所亚裔部的经理，我叫 Maggie， 英文名叫 Maggie， 中文名叫马雷，谢谢。他是混血哦，混血，混什么呢？就是说我是少数民族四混，我是汉族、回族、彝族和白族。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混血，混血都比较聪明、哎。我们今天的参赛者真的不得了，很厉害。来，后面还有更强，我们赶紧来看看第四组，好不好？来，第四组嘉宾，请介绍一下自己。嗯，我是世华的执行委员，叫江成玉江，谢谢大家好。哎，你好。哎，我也是世华的执行委员，我是江瑞莹，然后我呢是专职我的保险和财务规划。愿天下的那个母亲，大家在母亲节都快乐健康，谢谢。谢谢谢谢。而且今天他们的打扮有很多，其实你们都搭配的非常好，还同一个是叫围巾吧？丝巾呢？对。啊，是先去 shopping 再过来现场吗？是不是？他的丝巾。啊，对，如果你要说到队服的话呢，就赶紧要看到第五组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穿的就是他们现在的会服。我们请前会长以及包括他们的这个也是会员之一一起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好，欢迎欢迎。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我是张淑华，2004年以及2005年世华的会长。我现在本身呢，我是呈现 Remax。的房地产公司负责人，谢谢。好，欢迎欢迎。欢迎。各位大家好，我是 Diana Chen 郑怡维大家可能常常听到我的广告词，就是 countryqueen.com， 那是我的。对，最好。比较好记哈。最好，这最好。我是1990年就入会的，那么也是终身会员，现在是世华的理事。哎呀，怎么样？今天所有人都很强吧？哎，都很强、女强人哦，都很强啊！你们来，我真的很开心呢、啊。希望今天大家都在节目中玩得很开心，好不好？好，马上就要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估价王。
华荣，你知道吗？我回到美国之后呢，我所有的朋友都说：“哎，你的皮肤保养得很好，你用什么产品？”我知道了，因为你在台湾待时间太久了。就是因为待久了，那个气候的关系啊，一回来我就哇，这边的这个天气这么干，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去照顾到自己的皮肤了。还好我们今天的购物女王，马上就给你推荐。对对，珊珊呢，今天你带来什么？这个产品呢，我们这一组仙妮蕾德的商品呢是非常的适合洁肤，而且还有我们所有的妈妈们。哇，因为它是一个非常万用的商品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第一款是来自于陈博士的青春面膜，也就是他研制的。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免清洗，也就是说你在睡前涂一层在脸上就可以安心的去入睡了，第二天醒来就是美美的皮肤，而且喝饱水的皮肤非常的嫩啊。另外一个呢是爱莲眼霜，它最大的特色是超浓缩的眼霜，而且它能平滑你眼部的肌肤，迅速有效的滋润，而且改善你的黑眼圈和眼袋。所以现在请现场我们美丽的女士们帮我猜一下，这一款仙妮蕾德的两个商品它的市场价格是一共是多少，请估价。好的，谢谢珊珊。来，两个商品要记得哦，不是一个商品。没错没错，希望大家有仔细听。来，请估价。我觉得很有意思，刚刚说他们都在商量，你有没有看到？对，他们都在讨论，马上讨论。好，这就是妈妈们。珊珊在介绍说，哎，这个特别适合杰夫跟妈妈们的，很奇怪的两个不同的族群呢。我们要不要讨论一下这多少钱？对，哎，我真的对保养皮肤的这个产品，你应该没有什么概念，我知道的，对，不然你大概在5块钱跟2000块钱。那你去Dollar去买吧。好了，这个马上就要看看我们今天的参赛者他们估价的状况是怎么样了。好，我们现在看看他们的答案。第一组估价。225元，我挺高哎。平常有应该对于这种保养皮肤的产品应该很有概念吗？两位，有一点了哈。这个225块，其实我合理的。225浓缩那个眼霜应该不便宜。浓缩的就比较不便宜。我个人认为很值得，对，很值得。好，接下来看第二组，哎。99元，哎，这个有对于这个是有概念吗？还是你们是策略？我觉得是策略之一，但是我也常常在台买很多保养品。嗯哼，嗯，所以是两者的一个结合。Yeah, 两者的一个结合。好，接下来第三组的价格是60元，更有策略啊。你确定他们这是策略？不知道，应该是策略，因为我们知道眼霜都好贵好贵，可是我们来看着估价王。就是要这个买到最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只好往低猜。Yeah, 这就是我们单元一个特色嘛。估价网不见得你看到的跟你想的不一定是一样的。Yeah. 对，那第四组看看他们的价格到底是多少？69元。好，69元。对，好像我觉得仙妮蕾德的东西应该没有那么便宜。很难说，很难说。来，89啊，跟9都很难。所以呢，这个第一组。这个2345都是在100块以下，至于我们的第一组啊，给了225，习惯的是比较高贵的东西了，225啊，来，很好，很有品质的。那珊珊到底有没有人猜对呢？看来我们第一组的妈妈应该经常会用比较昂贵的这个保养品啊。不过我们的妈妈基本上还是比较精打细算的，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组仙妮蕾德的爱莲眼霜和陈博士青春面膜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哇！恭喜第二组，恭喜！哎，第二组要晋级到下一关了，你看策略成功。第五组上面的已经兴奋了，他们把字都掉下来了。没有，他们不是兴奋，他们在恨，怎么没有猜对？哎，不错，才差个20多块而已啊。下一局还有一个。恭喜第二组了，那第一组、第三组、第四组、第五组，你们还有机会啊，这个机会要好好的把握。先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我们的。金头脑，我们来看。冠名赞助 Sunrider 仙妮蕾德，荣誉赞助 Scepter 赛普特精品电视，许氏森业集团，金兰食品，长荣航空，感谢特约伙伴。